小包，小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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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你把这个药拿过去吧。啊，好。谢谢。哎，小光怎么样了？打过针，应该没事了。那我们去看看。嗯，跟我来。这下就好了，刚才真把我急坏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别吵醒他，让他睡吧。你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早点回去吧，他已经没事了。好，那我的这个小麻烦又要麻烦你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你知道就好。毛衣真好看。啊，谢谢。那我走了。小刚，你别怕，我在这儿啊。我很害怕，我又梦见他了，他的脸，他的脸好恐怖。你到底害怕什么？我又梦见他了，他把一具尸体丢进江里了。那个人究竟是谁呀？那个人是我爸爸。你爸爸？上次在百乐门舞厅追你的是你爸爸，过去追你的也是他。对啊。怀疑我妈妈就是他杀的，然后把他丢进水里。真难以相信，小刚，你爸爸再怎么无情无义抛弃你们母子，可他为什么要杀人呢？而且要杀死你妈妈？我肯定我妈妈是他杀的，他殴打过我妈妈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这件事要不要跟警察说呢？浩英姐姐，你答应我不要告诉警察行吗？我求你了，不要告诉警察好不好？答应我，我求你了，就答应我这一次好不好？不要告诉警察，我求你了。哎，这早不坏晚不坏，偏偏我要在写稿子的时候坏了。柯兰，希儿，是你啊？这两本书我已经看完了，还给你。哦，放那吧。怎么了？收音机坏了？刚才还好好的呢，不知道怎么突然一下就不响了，大概是接触不好吧，不知道。我看看吧。你会修？试试看喽。好，你看。哎，有螺丝刀吗？哦，有。好了。好了。哎。杏儿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只有去换一个了。柯兰，以后我不会常到这儿来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来了，谁帮我整理家务啊？谁帮我做资料简报？谁帮我泡咖啡啊？我怕中间耗影。为什么？总之，你不会懂的。你不说我当然不会懂了，杏儿。我们一直都那么好，我也觉得你最近有点奇怪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怕常来这儿会伤害到浩影。你怎么会伤害到浩影呢？已经是第二次了，我产生了幻觉，
我用沸腾的水烫伤了浩影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过这也不过是幻觉啊，你不用那么认真吧。柯兰，总之我们是好朋友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就不要再问下去了好吗？好吧，那你可以不来我家，但是以后你必须用你的意志力帮我整理家务、泡咖啡。寻人启事，这人好面熟啊。怎么？不是像我们的厂长大江胜雄吗？我看看，还真有点像。可一个是小刚的父亲王志强，一个是日本人大江胜雄，这两个人未免太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吧。怎么样，有什么新发现没有？我已经找到了大江胜雄的资料。那根据移民局的资料，他今年43岁，在日本千叶县出生，在京都大学医学院取得了药剂师的学位，3年前来到中国，目前是重光制药厂的厂长兼药剂师。还不止呢，这里有则新闻说他将与重光老板的千金桥本美惠结婚，这不正是活脱脱的陈世美抛弃妻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翻版吗？不对啊，他明明是日本人嘛。你可别忘了，陈小莲曾经提过，她资助她丈夫去日本留学，读的正是医科。我觉得你有点先入为主了，你是因为同情小刚和他妈妈，所以觉得这两个人是一个人。我觉得这两个人就算长得像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克兰，这么用功写什么专题报道啊？没有，我们找些资料。人有些相似，但指纹一定不同啊，叫警方拿他的指纹核对一下不就行了？不过不行啊，我们现在还不能惊动警方啊。应该有办法可以证明。什么办法？直接去问大江胜雄，告诉他他老婆和他孩子的悲惨遭遇，如果他有良心的话，他是不会否认的。对呀，就算他否认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察言观色，见机行事，对吗？进来吧。请坐。谢谢。有何贵干呢？大江胜雄先生，我们今天来想请教你一个私人问题，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？请讲。请问你结过婚吗？你真会开玩笑，那报纸新闻不是已经登了吗？不久我就要跟我们老板的千金桥本美惠结婚了，如果我结过婚，不就犯重婚罪了吗？那请问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挺像我，但不是我。大江胜雄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有一个叫陈小莲的妇女带着一个8岁的小孩到这里来寻找她的丈夫，而她要找的丈夫我想应该就是你。我看你是弄错了。你知道他们母子吃了多少苦吗？他们从四川来找你，钱都用光了，露宿街头，还挨着饿。还有他死了，浮尸被发现在黄浦江里，那孩子也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，他病倒了，现在就住在医院里。对于这对母子的遭遇，我深表同情。这样吧，我以个人名义捐50块钱，希望你收下。但是我真不是你们要找的人，对不起。你能不能跟我们去趟医院，让那小孩见你一面，就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，让他看看你是不是他父亲。不用了，我一再表示我是大江胜雄，不是他爸爸，而不能因为你们的一番话就跟着你们团团转吧。お邪魔しました。あなたは行きましょう。没关系，只是些琐碎的事情。我看你们该走了，我很忙。希望柯兰先生以后不要为了这点琐事来骚扰我。这真是怎么也没想到啊。对啊，检验出来了，原来陈小莲已经得了晚期的癌症，难怪她要急着找丈夫，
原来是想把孩子交给丈夫照顾。嗯，那个混蛋老公也太薄情薄义了。哎，小刚怎么样？啊，没事了，今天可以出院了。啊，陈小莲真是遇人不淑啊。哎，田松，嗯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办理手续啊？应该可以了吧？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去。刚好我们同事也凑了一笔钱，帮他买一副好一点的棺材。好，我们大家都尽一份力吧。什么？陈小莲的遗体被人领走了？这不可能啊，她在这儿没有亲人，谁会来领她的遗体啊？奇怪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不知道。会不会是大江胜雄呢？你把记录给我看一看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是铁叔呢？他领走了遗体干嘛？我本来不想让人知道，可没办法，陈小莲她是我的淘气。这么巧啊，自从阿莲逃走以后，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隐痛。我和你妈还有星都一直在回避这件事，不想再提起。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有一天为他收尸办理丧事的居然是我。铁叔，验尸报告你最清楚，阿莲是被人害死的。尽管她红杏出墙，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但她死得不明不白。我一定要抓住凶手，为她报仇。出院了，真是太开心了。医生说小刚像小牛一样健康。柯朗哥，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？没有，没话。你骗我，我跟你在一起久了，我也变成一个侦探。喏，我出院了，你不高兴，你一定有事情瞒着我。告诉他吧，这是他应该知道的。过来。小刚，他们经过检查以后发现，原来你妈妈早就患上了绝症，所以才带你来找爸爸的。小刚，你妈妈是知道自己不能再照顾你了，不得已才来找你爸爸的。妈妈，妈妈。小刚，小刚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至少你以后不会再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，因为我已经帮你找到爸爸了。我爸爸？他在哪里？你想不想见他？大江胜雄先生。哎，我说记者先生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来骚扰我？大江先生，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嘛，我不过是带个小孩来认一下人。小刚，你看看他是不是你爸爸。他，我不认识他，他不是我爸爸。小刚，你看清楚了没有？嗯。记者先生，你看到了吧？连孩子都说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，这下你该死心了吧？从此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。
对不起，大江先生。好了，没关系。你既然这么热心的帮这个小孩子寻找失散的父亲，很令人感动。再说这孩子又这么可爱，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小刚，打扰了，大江先生。啊，我们走。来吃面喽，吃饱了一会儿好好睡个觉，就不会做噩梦了啊。克朗哥，你会不会怪我？我怪你什么呀？怪我见到我爸爸又不肯承认。其实呢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不过我想你对你这个爸爸也没什么感情，所以才不认他。但是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怪你啊？你说的很对，我真的很恨很恨这个爸爸。3年前他走的时候，他打了我妈妈，还说我们拖累了他，说走了以后就不回来。我真的很生气，就把他推倒了，他的右手刚好碰到了炉子上，就被烫伤了。烫伤？你是说他的手臂上有伤疤吗？对啊，在右手的这一边，只是他穿了长袖，我们看不见。他的手臂上有伤疤，那如果我们想逼他承认自己的身份的话，这个就是证据。可是我不想承认他是我爸爸。那倒也是啊，如果他自己想做陈世美的话，这么一个薄情寡义的爸爸，就算你认了他，他也不会疼你的，恐怕你以后没什么好日子过。其实呢，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我最了解孤儿的心情。我们那时候啊，每个孩子都渴望有人来领养自己，就能和别的孩子一样，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有爸爸妈妈。不过当时我们自己对爸爸妈妈的心里也定了一个标准。什么标准？爸爸嘛要高大英俊，不能太，妈妈呢要温柔贤淑，还要有爱心，然后还能经常带我们去西餐厅、游乐场。不过，那些来领养孩子的人们，他们也有他们的标准。他们希望你们聪明乖巧、听话。渐渐的，当你看着你身边的同伴一个个被别人领走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很失望。一失望了，就会降低自己的标准。然后又失望了，就又降低自己的标准。哎，克朗哥，你降低标准了吗？我也曾经动摇过，不过最终我还是没有降低标准，但是也没有人来领养我。哎呀，所以我在孤儿院一待就是很多年。哎，你有没有你理想中的父母？你理想中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呢？我现在想睡觉了。哎，然后你们那边抓紧点时间，快点啊！哎，好。喂，麻烦你，秦大妈在哪儿啊？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妈，秦大妈。哟，来了，田总啊，案子查得怎么样？还没查落呢，妈，想跟你了解一下小霞的事情。小霞？哎呦，真是的，她这一去啊，片场忙得快透不过气儿来了。好在我们这儿的人都热情，大家给她凑点钱，把丧事办得妥妥当当的。他死了也就瞑目了，才怪呢！听说啊，昨天晚上拍夜戏的时候，有人听到他的哭声。哎，哎，是真的，道具组也听到了。哎，不要瞎说，他不是冤死的。怎么不是啊？他准是给人害死的。啊，哎，铁总来。既然这样，你们要把凶手抓到，给小夏报仇啊。他住哪儿？他住在外边。包租婆我认识，还是我介绍他去的呢。待会儿我把地址给你们。
这个案子还没查到头绪啊。本来我们推测呢，小霞跟阿莲和风月区有关，可能是在舞厅夜总会遇害的。可现在这个推断给推翻了。这里就是我们不明白的地方，两个人死状一样，弃尸地点一样，一个呢是片场的梳头女工，再一个呢就是寻找丈夫的女人，他们两个人在根本上没什么牵连啊。哎呀，查案的事我不懂，但我有一个直觉，小霞是被人害死的没错，阿莲也是被人害死的没错，抓到凶手一定要把他枪毙。都是那张报纸乱写写，说什么小霞是横死，浮尸在黄浦江里面，人家说我的房子不干净，害得我的房子都租不出去了。喏，这是他们的房间。这里面的东西都没动过吧？谁敢呢？只有秦嫂来过，拿了她的衣服去火化了。我看呢，改天要请道士来念经超度才行。警官，你们随便看吧。嗯，谢谢了。不用了。叔啊，这是吴小霞每个月汇款回家的记录，看来她蛮孝顺她父母的。崇光制药厂，崇光，这不是大江盛雄的制药厂吗？怎么这一切都和崇光扯上关系了？这还不能证明什么，我看交给法医检验，不要放过任何线索。到我房间里去玩好不好？ 去玩吧。嗯，来，走啊。这又奇怪了，如果陈小莲是身患绝症自杀身亡的话，对不起，如果说陈小莲是自杀身亡的话，那么王小霞又该如何解释呢？王小霞死前拼命地赚钱寄回乡下，一个有着这么强烈生活欲望的人总不该去自杀吧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他们俩的死因相同，尸体发现的地点又是一样的。我们已经把小霞房间的陈药拿去化验了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我不懂什么查案推理证据，但我总觉得崇光药厂有问题。尸体呢在崇光药厂附近发现，小霞呢又在崇光药厂兼职。兼什么职啊？回到片场就吃药，像个药罐一样。而阿莲的丈夫是药厂的厂长。可是警方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大江盛雄就是王志强啊。但是崇光有问题的话，告大江盛雄什么罪呢？弃尸没有证据，杀人也没有证据，唯一可以告的就是抛妻弃子。搞不了的，我就一枪毙了他。他妈的王八蛋，看他还能逍遥法外几时。哎，铁叔，铁叔，哎，爸，铁叔，爸，怎么了？我先走了，对不起。爸，爸，杏儿，铁叔，爸，杏儿，瞒是瞒不住的，阿莲就是你出走的妈妈，详细情况问你爸爸去。你就这样走了，永远永远丢下我和爸。行啊，你恨妈妈吗？本来恨，恨她遗弃我们不要我们，
可是现在看到他那么悲惨的遭遇，就不再恨了。她嫁的两个男人都不是好男人呢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是好男人。你妈妈离家出走这件事，其实都怪我不好。我那是受黑钱，花天酒地，在外面泡别的女人，她跟我吵，我打了她一巴掌，把她赶走了。我以为她跟了个好男人，可没想到，这个男人到头来还是欺骗了他。爸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要再提了。对，都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我只希望能够找到凶手，为你妈妈伸冤。圣雄王志强，铁叔，柯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也来这儿？我们跟你想法一样。那太好了，所谓兵不厌诈，我们会会这个陈世美。好，走。两位警官，还有这位麻烦的记者，今天找我有何贵干呢？大江圣雄，经过我们警方的调查，发现陈小莲的死和崇光药厂扯上了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想来跟你求证，希望你能够合作协助警方的调查。没问题，协助警方我很乐意。陈小莲是你杀死的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谁跟你开玩笑？你也不用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已经有证人可以证明陈小莲死前曾经来过你们崇光药厂，而且我们警方也找到了人证，当天晚上陈小莲离开报馆的时候坐的是你们崇光药厂的车，车上的工头他也承认了，他把他带到这里来，你想不想知道当天晚上的情形啊？好啊。当天的情形是这样的：陈小莲从报馆出来，见到招工的人，他想赚点生活费，于是就先买了块烧饼给小刚吃，叫他留在报馆，不要乱跑。而他自己就上了招工的货车。但陈小莲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她会在药厂遇见了她一直寻找的丈夫王志强。陈小莲以为找到了丈夫，高兴不已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次重逢会把她推进可怕的不归路。来，到那边谈吧。怎么带我来这儿了？这是我试验各种药品的地方。我坦白的跟你说吧，我是不可能回到你跟孩子身边的。哎，你要钱吗？我给你钱，够你们母子俩生活一辈子的。我不要钱，我要你认儿子。小刚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。而且，我已经没有能力照顾他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得了癌症晚期，活不了多久。志强，我要让你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孩子，再苦
我也能受。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做个好人呢？不行，我不能要儿子。为什么？过些时间我要跟老板的千金结婚了，如果让他知道我以前结过婚有过孩子，我的一切就毁了，我的发财之梦就成了泡影了。什么？你要跟老板的千金结婚？是啊，老板很赏识我，准备把药厂交给我管理。我不能让你毁了这一切，更不能让儿子毁了我的发达之梦。你为了发达连自己的儿子和老婆都不要了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你这没良心的啊！你还是不是人？没良心的狗东西！你不要打了！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你没良心的你！去！由于你的失控，导致了陈小莲的死亡，于是你就用车把她的尸体载到了江边，将尸体抛进江中，妄图毁尸灭迹。你以为你这样做会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再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娶老板千金的发达梦。真是天方夜谭呢、啊！如果是我杀死了陈小莲，那么请问警官，王小霞的死又作何解释呢？难道她也是来寻夫，被我杀了灭口的吗？王小霞曾经在你的药厂里面兼职，这些都是有记录的，你无法狡辩。可能是你对她起了色心，而她不肯就范，你就杀了她；或者是她发现你结婚了，转而向你勒索，所以你就……开玩笑！你们血口喷人，无中生有。我要强调的是，我是日本人，大江胜雄，这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。至于我跟陈小莲的丈夫相像，是他认错了人，那我也没必要杀人灭口啊。那我也问你一句，那为什么有人看见陈小莲进了你的重光药厂，却没有人看见她离开这儿呢？我可要提醒警方一点，凡事要讲求真凭实据。好，既然你要讲证据，那么我就给你来点证据。王小霞的死亡时间是在2月22日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，而陈小莲的死亡时间是在2月25日，也是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段时间里你在哪里？2月22日、25日这几天，厂里开夜班，我就在办公室里。不信，你可以把加夜班的工人召集起来，问个清楚。没错，10点到12点之间，他在办公室没有离开。没错，10到12点之间，他在办公室一直没有离开过。没错，10点到12点之间，他一直在办公室没有走开过。应该没错，10点到12点之间，他在办公室没有离开过。我们工友都在埋怨，都不能偷懒。他在2楼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的，监视我们工作。请问警官先生，在他们的死亡时间之内，我都留在办公室里，我如何杀人，如何抛尸呢？你也不用太得意了，就算你可以证明你是清白的，你没有杀人，但是有件事情却无法隐瞒，你不是大江胜雄，你根本就是王志祥，你血口喷人，这就是证据。这怎么回事？小刚告诉我，3年前他爸爸离开他们母子的时候，曾经和他妈妈发生过激烈的争吵，他殴打小刚的妈妈，小刚为了保护妈妈就把他推倒在炭炉上，就留下了今天手臂上的这块伤疤。你别听小孩胡说，我是大江胜雄。王八蛋，你即使没有杀人罪也有抛妻弃子罪，我打你。你干什么？你说你别警察乱打人。等等，别听他胡说，不要听他胡说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又发现第3具浮尸，身份还没有确定，想找大江胜雄认一下尸体。又一具浮尸。哎呀，你们终于来了。那具尸体在哪儿？在那儿。
邪魔しました。美惠，这不是真的。美惠，美惠，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你怎么可以死呢？现在一切推理都已经前功尽弃了。是啊，如果说王志强杀了陈小莲是为了隐瞒身份，那他就要跟老板的千金结婚了。他总不能把自己的未婚妻都给杀了吧？可是他有不在场的证明，如果说这一点我们都没办法推翻的话，怎么定他的罪啊？就算他能买通他们厂里头所有的工人来做假证，他总不能连杏儿都买通了吧？好嘛，现在杏儿都成了他的证人了。原来你们在这儿啊。小胡啊，有什么新发现没有啊？没有。不过第三个死尸的初步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死状、死亡特点完全跟前两个浮尸一模一样，连发现浮尸的地点也一样。我们还在进行内脏化验，看能不能找出尸体五官溃烂、头发大量脱落的原因。嗯。那我们从王小霞房间里拿的那瓶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那只是普通的感冒灵。这个凶手实在是太狡猾了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被弄得团团转过。喂，你去哪儿？我现在已经束手无策了，头脑一片空白，回去休息休息再说。怎么了，神探先生？这么快就放弃了？我不是放弃，我是陷入了一种低潮，一种无奈。就像我做的那个梦一样，在火光中看着那个人影，每次我追啊追啊追，总是当我快追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被惊醒了，所以永远也找不到真相。关键不在王志强，而是在三具死尸。你找到他们的死因了？啊，你给我的血液样本我化验过了，血液里有水银，还有一种罕见的毒素。这种毒素足以使人致命。你是说这三个人都是注射这种毒素致死的？那动机呢？虽然说王志强跟这三个人都有关系，一个是他的未婚妻，一个是他的前妻，还有一个是他的工人，那王志强总得有杀人动机吧？他也不能什么人都杀呀。你就不要再钻牛角尖了，你应该跳出来想，从反方向来分析问题啊。哎，这东西真能转成六面啊？这玩意儿怎么转也不可能转成六面吧？我说能就能。哎，你怎么弄的？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原理，你把原理弄清楚了，就都可以做了。你再试试。
大叔，大叔，大叔。大叔，过去试试。我怕，我真的很怕呢。一定行的，来，来，来，上来试试。快下来，太危险了。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克莱，克莱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你快下来吧，快呀！哎呦！妈，哎，在那儿。秦大妈，秦大妈，怎么样？不知怎么搞的，吃了药奶就难受。哎呀，我也吃了，是妈妈给我吃的，说是什么补药，谁知道我中毒吗？难受死了。这到底严重不严重啊？还好送药送得早，主治医生说了。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，不过还得留在医院里面观察。好，杏儿，你在这儿照看着，我去拍些照片，赶回报社发稿。彩虹、秦大妈，你们好好休息啊！啊，去吧去。哎呀，就好啊，就好。救救我呀！哎呦！家里人没有啊？把病危通知，快点！来了，难过死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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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老婆来。克莱，你也来了。是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奸商卖假药真是害人不浅呐。我先不跟你讲了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克莱，情况怎么样？到目前为止，中毒死亡的有一个孕妇，两个婴儿，另外留在医院里就医的人数还没有统计出来。很多人啊，整个城市人心惶惶啊。我们查了以后才知道，这些市民都是吃了药单以后中毒的。同时，警方已经发布了消息，要这些市民把手上的药单全部交给警方进行化验。另外，我们也申请到相关的文件，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查封这家制药厂，来销毁所有的药单。对啊，应该查封。这是哪家药厂这么缺德？还有谁啊？崇光制药厂啊？怎么又是崇光药厂？在心中，原来。